要是被他发现我是男儿身，恐怕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女儿沈玉，代替菲儿嫁与王爷做妾。他就是镇北王。怎么，怕我？反正是个哑巴，也不会喊痛，好好跪着吧。起来，本王的东西你也敢碰？好你个沈玉，就这么想为这些凡夫俗子献媚，丢人现眼！滚下去！开始了吗？谁来？救救我！滚下去！王爷，来人，叫御医！别碰他！这不碰怎么救人呢？身子骨空空不说，身上还都是针刺外伤，还有蛊毒。凡是碰过他的人，全都关去水牢，要他们生不如死。月儿，你识字吗？他唤我月儿。那我叫你，这是我们的名字。那笔，我直接叫你写。明日宣本王旨意，封沈玉侧妃之位，封号印。真想将你藏起来，只属于我一人。封妃，我绝不允许。玉儿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你好嘴。